我们开始。这边是请林淑芬委员来召集这个会议，我希望国民党不要转移焦点。支持中秋二日，支持中秋二日，反对一立休，反对一立休，支持中秋二日。我们的立场很简单，就是希望林淑芬委员来召集这个会议。好，我们是希望林淑芬委员来召集这个会议。反对一立一休，支持。
委员们，你们可以离开了啦，好好好，我们这边等林淑芬委员来开会，好好好好，那就诉求要清楚一点，就请林淑芬委员回来开会，请他来主持这个会议好吗？林淑芬没有授权王玉敏啦。委员，我们的案子不是只有不是，我委员，我们的案支持周修二立，我们的支持周修二立。议事规则是林淑芬主席要指定啊。如果要说我们是民党附庸组织，请国民党就不要围着我们在这边作秀。谁在作秀？我们六点就到这里来，我们就是要守住这样的主席台。那你们干嘛围着我们在作秀呢？你们怕国民党霸占主席台嘛，所以你们先配合林淑芬来把这个位置占住嘛，那不是附庸组织，那是什么呢？
讲好，你们霸占主席台，然后他们在那边找林淑芬。林淑芬。我们希望林淑芬赶快来啦。我们怎么知道你什么居心呢？让王玉敏继续主持会议了。其实我跟各位报告，今天的会议根本就不需要召开，因为本席主持的卫环委员会已经把吴志扬周休二例的版本拍板定案送出委员会，这个大家都可以去查。7月13号卫环委员会的记录就已经送到院会了，所以院会现在是有案的，可以直接二读三读。我们整个临时会的时间这么长，包括明天，包括下个礼拜，还有五天整整的时间，国民党争取要把这个案子排进来，民进党抵死不从。我们也没有看到时代力量在赞成说直接在院会就是要把这一个周休二例的案子直接，你不用又扯到别的议题啊。所以我跟各位报告，时代力量不要打假球。时代力量如果真的支持周休二例，就支持国民党的版本，吴志扬委员的版本。院会就是要处理国民党的不当党产，国民党不要转移焦点，国民党不要转移焦点，国民党不要转移焦点。院会就是要处理国民党的不当党产啊，不当党产的寄生虫啊，不当党产的寄生虫啊，不当党产的寄生虫，不当党产的寄生虫，劳工权益，不当党产的寄生虫，权益，党产的寄生虫，党产的寄生虫，不当党产的寄生虫，每一个都是拿党产的寄生虫。每一个都领党产，咱们选举4.5亿，把人民的钱还回来，拿党产的寄生虫，拿党产的寄生虫，拿党产的寄生虫。院会就是要处理不当党产，党产的寄生虫，劳工权益，党产的寄生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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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这里就是党产的寄生虫。请问各位，这些党产的寄生虫不当，院会就是要处理不当党产。你不要转移话题了。不当党产的寄生虫啊！你不要转移话题了。寄生虫，你不要转移话题了。寄生虫，你不要转移话题了。寄生虫，党产的寄生虫，你不要转移话题了。寄生虫，党产的寄生虫，你不要转移话题了。党产的寄生虫，党产的寄生虫，党产的寄生虫，你在转移话题了。国民党不要闹了啦！国民党不要三劳工七日假就是从你们开始的啦！国民党，你说你要捍卫劳工权益，会不会笑死人啊？不要在那边丢脸了啦！国民党当初喊3-7日假就是你们马政府啊，还有脸在这边说要捍卫劳工权益，不要脸！三个字送给国民党，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三劳工七日假的人，徐永明不要跟他们动手，徐永明不要跟他们动手，徐永明不要跟他们动手，坐下来，徐永明不要跟他们动手，徐永明不要跟他们动手，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徐伟明他是在抢。